喂，John，整得杯嚟。好啊。你唔系真系咁好心情啊？喂，出嚟玩紧要尽兴噶啦。Hi。系，靓女有咩帮手？同班朋友喺嗰边倾偈饮嘢，有个朋友想识你。我同佢咧喺度等紧老婆啊。喂，你傻咗定醉咗啊？成班靓女自动送上门喎。你系咪够姜先？够姜你自己上啊？喂，次次都系你开头，我执鸡噶啦。 你唔系出嚟揾食，叫我出嚟做咩？你有冇见过大英男模嗰张片啊？你应该问仲有边个未见过？你唔系好开心嘅咩？哎呀，你凡真系冇人性啊！话晒都系你老婆嘅表姐嚟嘅，长辈嚟嘅人嚟出事都唔关心下人嘅，即系尊卑不分啊！你真系喂，之前你话佢系你顶心撑嚟嘅，而家大把机会调走佢啦，做咩？忽然间转态嘅？ 咁係啊，佢之前幫我哋完個小組，立咗大功，呢個係好事嚟啊！而家俾人刮到佢啲臭屎喎，影響到我嘅喎，幾冇面啊！佢一個人衰，一個人嚟鬼事咩？唉，真係估唔到十幾年前嘅嘢咧，都俾人刮出嚟。喂，話時話，當年發生咩事啊？當年佢喺學堂出嚟嗰陣時咧，個樣係幾上鏡嘅，所以係調咗去 PPRB度咧負責上電視。 当日直播，突然间有个劫匪走咗入镜。如果市民知道以上案件嘅资料，可以打。放低把刀。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你知噶啦。 啊！當年都唔興用手機喺度拍嘢噶嘛，本來冇人知噶，不過咁啱咁巧嗰日直播，所以全世界都睇到，所以高層將佢調咗去檔案室嗰度。唉，我哋警察部嘅文化咧就係保護自己人嘅，啲高層咧就打算咧調佢去執入營領處度嗰一冷河，點知佢自己話要去檔案室。你哋又係嘅，又話保護自己人。 而家擺到明嚴重心理創傷啦，即係咁多年嚟咧，你冇人提佢要振作啲嘅咩嚇？梗係有啦，我叫佢睇心理醫生嘅。喂，但係佢攞支槍都攞唔到喎，咁有乜辦法啫？<笑>我老婆呢個表姐咧，佢個強項就係睇得開，結婚嗰時新郎哥俾人搶走佢當武士啊，你話佢硬唔硬淨咧？咁新郎長佬最多咪親戚知，但係而家呢壇嘢係全香港人都知喎，即係你哋唔擔心，即係佢而家去咗邊度嘅咩嚇？ 咁巧嘅，哦，你转工啊，都差唔多系时候啦。喂，唔好咁啦，老婆，人哋而家喺个网度好红噶，你讲到咁大声，喺街有人认得佢，咁过嚟嘲笑佢噶。多谢关心。诶，其实我哋真系好关心你噶，你之前话自己系陀枪师姐，点知揸支枪都手震喎。不过唔紧要啊，你用唔着嘅话，你咪陀一世咯。嗯，我就唔同啦，陀 B 唔可以陀一世个可。咁你陀 B 都要有个人先得噶，唔通自己单卵繁殖咩？真系，我老婆又有咗啊！佢就系叻在生得，生得嘅女人就系好女人啦。识货。诶，其实女人嘅成就都不外乎爱情、婚姻同埋事业。你之前唔陀 B 转咗去陀枪，点知陀枪都唔掂，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好失败啊？ 诶，做乜啫？咁好倾，倾埋先啦。我觉得最失败嗰个系你先啱。你讲咩啊？等我咁为一个男人做老公，呢个系第一嘅失败。
俾个咁低俗嘅男人做生仔机器，呢个第二嘅失败；以为自己好成功，呢个系第三个失败。喂 ，and you too, my friend， 今日咁嘅两做老婆，呢个系第一个失败；以为自己好幸福，就一个好无知嘅讲爸讲妈，呢个第二嘅失败；第三个失败就系你放弃咗一个咁好嘅女人，智慧与美貌并重，呢个系你最大嘅失败。我同你仲未讲完啊！系啊，就算连美句我都要舐埋啊，娶咩？ 好多谢你啊！唉，唔系讲埋你咁嘅嘢啊！我都讲事实啫，不过你又系嘅，平时窒我鬼咁凶狠，对于呢咁嘅人咧系咁嘅女人。嗯，佢哋冇笑错我噶，个个都睇到我几废噶啦，我搞到你哋冇晒面，你放心啦，我会辞职，我唔好再托累你哋。喂，咪住，你话咩话？辞职？ 你搞到成个员工小咗啲人同我作对，而家你话唔捞，系咪玩嘢先？哦，我知啦，即系做唔到陀枪师姐，咁咪做陀鸟师姐咯。咁我想嘅咩？我都想做一个堂堂正正嘅陀枪师姐，但我每次我攞起嗰把枪，好惊啊！我会不停有嗰个情景啊！咁啊， 有咩唔惊啫？我咁毛高马大，你都唔惊啦？唔系惊咁咪铁仔系嘛？你放心，我训练你。 听朝开始，我哋去射靶房进行练习 ，Let's go！ 觉得妈妈好冇用啊？定系你都觉得妈妈唔应该退落去？我做你做乜嘢？